每天心里也很红，是你这样子，杨姐，昨天就说了。嗨，他答应，他答应你什么了？答应给你钱了是吗？是，传单让我帮他写的。嗨，他答应说是。姐，你干嘛打我呀？90万，你可真敢信！人家说什么，关涛说什么你信，人家说什么你都信，怎么你就是听别人的，听外人的，就是不信我呢？上大学有什么用啊？没有钱，什么都是白搭。过了，这是抢过了，抓了。为啥赔钱呀？还不是因为你们干亏心事儿，丧尽天良。对不起，丧心病狂，成语都出来了，看看成语字典来了。我杀了你，和你说对不起，你接受吗？接受。搞错了再来。你要是让我拿到原件，我照样撕。王家好骗，告诉你，何秀不好惹。你干啥这么缺德的事儿？还理直气壮？你告诉兄弟，我来过了。K.O. 什么玩意儿？来我家随手扔一堆垃圾就走了。实际上的官律。我乖吗？你乖。挨个戏搞得我到最后连路都不会走了，我应该这样的。大众就能出去了。接见宝宝。那就是你们看见那个接见宝宝吗？谁是幸福剧组幼稚鬼？我不说。导演要求大家演得像一家人一样，这还需要我们演吗？自己玩，你带人来自己家了，你不得来吗？生活想吃个火锅，想北京，想吃个雪糕，就等着这个路。准备十杯，准备水。否则的话，我们对他这会儿可以装水。那接点水。热。就是因为买阳光了，不会。今天起来做点活。你别吃了，我等着了，等着。谢谢你能够上学，那叔就是活着让传媒身败名裂，也让他把大学还给你，你就放传媒一条生路吧。没什么可说的，我要上大学，我只要上大学。好，耶。能不能吗？挨打惯了，是真打，嗨，挨打惯。